谢谢主席，我是请教苏主委哈。请苏主委。邱委员好。好，你好。我曾经跟你询问过台北市政府跟 Google 的这个争议嘛，那你们说要去督促，那他现在情况如何？好，尹贵。对，是，好，他们不是说他们那个，对啊，他们的那个上网有没有？是那个什么几天，有没有让他们？Google 跟台北市的那对个呀、啊，部分，目为了前，这个安卓系统，它的交易啊，目前还是他们在处理吧？还是现在台北停市政尸府啊，是在，停摆啊。目前还是台北市政府在处理。对呀、啊，那你总要去看他到底是在搞什么，你不能让他说这样僵持不下，那消费者的权利通通没了。我有好的 APP，我要买。对啊，这是他们消我费者上在。这个，这个市场被他关掉了，那你怎么可能鼓励好的这个城市制作商这个我们哦？对，那你怎么可以保障这个网络消费者的权益？你现在安卓系统在世界市场上，它跟这个跟 Apple 这 iPhone 这个系统几乎是平分秋色啊。有些国家它某一个高，某一个低，但是现在已经都是40、50之间了。那你唯独在台湾，这一部分市场就被关掉。报告学委，因为 Google 本身在台湾，并不是电信事业，那在 local 的那个消费的争议，还是台北市政府的消保官在处理。那我跟本你都没会有只关系能吗？是了解他的处理的进度，仅止于这样子而已。那只有台北市政府，他其他地方政府都没有关系，只有他有关系，很奇怪。那为了他，为了台北市政府，然后安卓系统，这个买卖的 market 的这个买卖就被他停掉，这个市场就被他停掉。那你台湾如果要开发 APP 城市，就没有地方卖呢？就只能靠 iPhone 系统去卖呢？报告徐委，我想这个部分是属于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我们都没有去人有了办解。法管他，目前但是它影响是整个国家嘞。这个我理解，但是基于职权的部分，我什还么是。值钱不值钱呢？这很奇怪啊！那大家都不管呢、啊，一有亲效应啊！在座的哪一个单位可以管得到？报告徐委员，那个目前像 Google 这样的这个，我们不是目的事业的主管机关了。这个跟那他目的现在事有业法主务管机部关在是谁现啊？场，是不是可以问法务部？怎么会是法务部呢？法务部怎么会变成现在目不的是事我业们主的，管机关呢？也不是你们的主管。OK，这他不跟是我网们络有我。关系啊。对，我们按照我们的那个，我们按照基本法或者按照我们组织这法里面，基目本上前是网 Google 络交易嘛。是那个跟那个我们不是主管机关，我们现在不是 Google 的他主就是管利机用关，谁都对。不是主管机关，所以，跟我不爽了，我就跟他停掉。你这个要有国际的一个秩序跟标准嘛？到底你这个试看的试用的这个期间多少？等等等等，人家国际都有一个标准嘛，是，有个常规嘛。徐委员，我知道您很关心这件事啊。我先真的跟您报告，就是说，台湾现在目前在这个政院的这个层次啊，还没有规定。我只能说还没有规定 Google 的主管机关是哪一个主管机关。那我的了解就是在国外的话，像 Google 啊。那么，譬如说在欧洲或在美国，那么他们第一个就是有的国家是用跨部会来处理，他们会成立一个类似资讯什么的什么小组啊，或者资讯的一个所谓的委员会，专门来处理这一块。这个资讯就是处理包括各种网络的资讯的流通的部分，这是一个部分。那么在欧盟有一些国家，那它这里面牵涉到的，那么是由那个经济部和内政部联手来管的。
啊，所以我的理解是国外他们在管理这一块的部分。那如果是说跟本会业务有关的话，比较牵涉像如果我们跟网络有点关系的话，我们管理的比较是属于儿少上网安全的部分，比较偏到内容的部分。所以 Google 的整个那个业务，因为它有很庞杂的部分，所以那个部分现在在政院的这个层面是还没有我的了解是还没有定这个主管机关啊。那现在只能靠台北市政府的诚意跟智力了。是，他对人家的要求有没有超过国际标准？是，如果是符合国际标准，那么 Google 公司为什么在台湾就没办法好好来？好，那如果超过国际标准，那唯独你台湾对我这样，那你跟中国差不多啦，跟共产党差不多啦。嗯哼。哦，要进就进，要停就停，不让你进来就不让你进来。嗯哼。那你台湾是自由开放的市场跟社会，嗯，你怎么跟国际接轨啊？这互惠的啊，互相是。我到你的市场去，你到我的市场来。是。你们台湾的 APP 的开发商，哦，照样可以上我的这个系统来行销你的这个软体产品啊。那现在这个软体产品就被停掉了。那中文就靠台湾啊，中国进不去啊。嗯。中文的这些产品就靠台湾啊，中国进不去啊。那你台湾被停掉，那你不是扼杀了台湾这个中文软体这个开发商或是创作者，哦，他的生路吗？是。而且已经上市了，忽然间被你停掉，人家心血都白费了。嗯哼。有些是花了好几年才开发出来的产品呢。是，当然这个人数少了，嗯，但人数少是国家的精英，哎，他的软体世界差那么严，好不容易台湾有这些开发商，有这些创作者，他可以上市场，生意正好的时候被你停掉，你那天花了5年6年，所以哦，这个看不见的杀手，扼杀国家的前途，人民的权益啊。